嗨，张老师来喽！大家早上好。来说，张老师早，耶，好棒，好棒。应该大家今天都很好吧？老师要看一下今天谁还没来的呢？大家都来了，都来了啊，很好。好的，来，今天老师要跟你们说，我们很爱的人，我们最喜欢看的人是谁呢？就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有谁呢？我的家人有，我们来先看，我是在哪？我，大家看到吗？我在哪儿？我啊，好棒啊！我就是在这里，耶，这个是我啊，对，这个是我。来，大家说我，好的。来，接下来老师又在问哦，我们有兄弟姐妹，我们有姐姐，姐姐是比我们大的哦，她可能有，比我大2岁。啊哈，来，我们一起说姐姐，对，姐姐。还有呢，如果男生呢，我们有谁呢？有哥哥。对啦，来再说哥哥，很好。那比我们小的呢？比我们的小的有谁呢？有妹妹。老师想听你们再说。很好。还有呢，比我们小的有弟弟。哇，好棒好棒。那就是，来，我们再说一遍。我，跟着老师说，我。哎，小朋友好棒，姐姐。对啦，哥哥，耶，很好。妹妹，弟弟，对啦，那这个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兄弟姐妹。那我们除了兄弟姐妹，我们有妈妈，她是一直照顾我们的哦，那就是妈妈。还有呢，她经常在外面拼命的给我们。很多很多东西，就是爸爸，来跟着老师说，妈妈，爸爸，好了，还有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父母啊，我们的父母也有他们的爸爸妈妈，就妈妈的是谁呢？就是外公，有一个。外婆，对，来跟着老师说，外公、外婆，好棒。那爸爸的呢？有婆婆，还有呢？公公，耶，很好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来，大家如果学会了，老师现在要问哦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这个呢，要问谁会回答我的呀？谁会回答我的就直接回答哦，直接回答老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啊？你们还记得这个读什么？耶，很好，我来，然后这个读什么？哦，很好，姐姐，这个呢？哥哥，对啦，很棒。那这个呢？妹妹，哦，很好。还有这个呢？弟弟，哇哦，你们都可以啦，都可以会读了，这是，哦，很棒的哦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应该是知道吧？对，就是妈妈。还有呢？这个爸爸，对对对，很棒。还有呢？如果我们的妈妈的妈妈。叫什么？哦，就是这个婆外婆，对啦，那个，然后妈妈的爸爸叫什么？
外公很棒。然后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对啦，就是公公。然后爸爸的妈妈叫什么？婆婆耶，好棒好棒，大家都会了哦。来，我们鼓掌耶，大家都很棒。那好啦，来，今天老师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哦，再见，来说再见，张老师，再见，再见。